系统性伙伴狼疮呀，可以是最容易累到皮肤，当然累到皮肤它可以形形色色，可以多种多样啊，那么到底它累到皮肤或者又分为哪几类呢？所以说我们为了好表达呀，可以把它分为两类，一类叫特异性的表现，一个叫非特异性的表现。那特异性的表现嘛，有这么几个，一个是癫痫红斑啊，盘状红斑，还有一个就是皮肤性狼疮。那么这三种表现啊，可以说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特异性皮肤表现啊，那么也就是说是这三种表现啊，可以说是仅仅出现在狼疮或者是狼疮里边，系统性红斑狼疮里边是最常见的，而不容易出现在其他疾病里边，所以这叫它特异性的表现。那么还有一些皮肤性的一些损害啊，我们叫它非特异性的表现啊，这个呀、啊、就是说是它不仅出现在系统性红斑狼疮里边，还容易出现在其他的风湿性疾病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疾病里边啊，所以说它不具，一般说下来不具有诊断意义啊。那么它也包括光过敏，包括脱发，包括血管炎，哎，包括这个雷诺现象，哎，包括网状青斑，包括纸段的红斑，哎，等等啊。那么把这一系列表现，我们叫它这个非特异性的表现。啊，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就是它除了出现在狼疮里边，它还可以出现在其他的这个疾病里边啊。所以说，大家也就是说是大家在一旦注意到一些皮肤的一些病变以外，那么除了想到皮肤病的时候，也应该想到是不是